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第三場賽事三班一千米嘅短途賽準備。十號起飛啊！一開閘嘅時候咁啊，戰友應聲彈出大外檔，有保證勁啊！中間位置有足金內欄精靈湧進第四位，按一按第五中檔明馬，內欄中國動力後一搭嘅馬仲係奧妙繽紛啊！再數後邊振興中華上山鳳寶喺尾四啊，尾三位置九天銀河尾二金菠蘿暫時包咗落尾金樽好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咧呢個咧就係六百米段處啦。前面帶頭嘅馬咧見到保證勁咧響中檔喎，咁啊響內欄位置精靈湧進啊，第三位有足金，第四位中國動力，第五位按一按啊，後邊仲有明馬奧妙繽紛咧，內欄位置大約喺第七度啦，喺出邊振興中華，後邊仲有常山鳳寶九天銀河，尾二咧就係金菠蘿，包尾就係金樽好，入正最後直路啦。前面保證勁咧一路俾落去，仲係佔先啊！精靈湧進上翻嚟，再喺外邊位置有足金啊，中間穿上嚟係按一按啊，再後一搭嘅馬仲係振興中華，最後百零米足金已經係脱穎而出啊，一路追住佢唔放咧，仲係只按一按，埋邊精靈湧進接近終點啦，足金咧贏馬，第二名按一按，第三名咧就係呢只精靈湧進。咁結果咧，呢場賽事都係一啲實力馬啦，跑出一啲啊。結果就足金上次好似稍為失望啲，但係結果喺呢場賽事都贏。按一按第二，精靈湧進第三，明馬第四。好啦，我哋見到呢只足金啊，今日就係前面有披醒啦，係啊，幫到佢啊，上嚟大熱門啊，四點三倍嚟嘅。按一按第二、第三咧，精靈湧進第四咧，只明馬都追得幾好喎。九一十一十啊！哇，林哥只名馬落到嚟變咗飛價五倍啊，仲熱過按一按啊！翻到嚟跑過第四。足金我見你交過去嗰陣時都仲有五倍啊，都未係熱門，但係臨尾都哇好幾。臨尾九十嗰對先犀利啊，結果就跑第一第四。個分鐘落得好緊要啊！最後幾十秒嘅其實應該。好，長台影片早段，哎呀，起步有啲慢慢啦，中國動力啊慢咗啦，常山鳳寶啊慢咗啦，起步唔準啊，冇噶啦，呢兩隻都係咁話啦。前面走嘅我見到六三紅眼罩精靈湧進啦，喺佢隔離啊，開面應該話嗰只保證勁已經上咗嚟噶啦。係 sharp 嘅保證勁，但係即係往往翻嚟都係埋唔到尾。咁啊，精靈湧進啊，跑翻佢自己嘅時間，我相信都係跑翻自己嘅時間。喂，但係足金其實今日已經喺第三位噶啦，都幾誇張。入邊嘅中國動力再洗翻上嚟嘅冇用啦，按一按照計，你話呢啲位置你拼落去應該點都會有多啲。不如咁樣睇啦，睇下後面嗰扎有幾多係追得係叫做好啲啦。咁你用個後面嗰扎馬去即係做個指標，梗係究竟呢一組嘅水準有幾高啊？嗱，但後面好多都冇乜實力。中國動力入邊啦，嗱跟住就上嚟啦，阿繽紛啦，奧妙繽紛啊，開面係九天銀河。分段時間頭段十二秒八，第二段二十一秒八一，又唔算太快。每段十三秒二二啊，總時間五十七秒八三啊，係慢過標準時間接近七線嘅。